哈喽，姐妹们，今天吃了小脆皮儿，八次方，还有天琪脆皮儿。今天吃个八次方，这是鲍尼口味的。 轻提佛手啊，新口味，桃心型的，玫瑰口味的。 海盐口味的，橙子口味的，巧克力黑芝麻。
抹茶口味。这是新口味，榴莲。哇！打开浓浓的榴莲味儿。这是咖啡口味的，顺丰，顺丰冷链发货，泡沫箱加干冰，不用担心会化，姐妹们放心拍。没有放。Hello， 今天咱们吃一款巨好吃的雪糕，百吃不厌的。芒果。好好吃，桃子，还像不像？柠檬，每一个做的都特别像。太好吃了。
喜欢吃的下方小号查看吧，巨好吃，喜欢吃光，好看又好吃，拜拜。哈喽，今天咱们吃一个山姆的千层薯，超大个的同学，这一盒是两个。看那个，咱们这个勺子有需要的拍一单，挺好的，3.9给发6个，3个这个方的，3个这个尖的，咱今天拿这个拿这个勺子来吃啊，吃了西瓜啦，什么酸奶啦，甜品啦，很好的，很好用。太大了，不好弄。中间还有巧克力的，巨好吃。换一会儿好，拿出来，有点太冻了。有点冰凉，还有这种巧克力，用这个都挺好用的，这太冻了，不好弄。吃这么多，还有什么呢？太大了。哈喽，今天咱们吃的千层雪，还有小脆皮儿。四方柠檬海盐口味，
起巧克力脆皮榴莲口味。偏起巧克力脆皮香草口味，偏起巧克力脆皮抹茶口味。偏起脆皮巧克力口味，八次方香橙口味，八次方杨梅口味。偏起生椰拿铁口味，
Hello， 今天咱们来吃四款不同的雪糕。